骑兵陈世杰18分，福原续命板城2-3。输了就得拜拜。福原昨天背水一战，全队拼了命，就是要争取胜利。塞勒在篮下接获队友的接应，这个灌篮超级霸气，带动起全队的士气。塞勒全场拿下24分、15个篮板。另外一名骑兵陈世杰只是拿下18分、6篮板、4个助攻。在第四节顶住台铭猛烈的反扑。中场博元以86-842分险胜台铭。在7-4胜制总冠军赛，板城2-3，两队今晚将进行第6站的比赛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这波奖金全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